那你会去拜会柯文哲吗？我是不会去拜会的，我是挺侯友宜的，大家看一下了哈。我是有情有义，后有拍照片呢，好棒哟，也是好棒棒。刚刚在画汉堡，画了一下，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喜欢见缝插针。刚刚那个昆城讲那个影片，那个我昨天录影的时候，多少哥也在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民进党一定会打侯友宜的人设，因为他是铁汉的人设。民进党会打说，你看幼儿园你都照顾不了，你怎么照顾中华民国？民进党就骂你吃大便。我是讲民进党会这样子说，不是我这样子说。可是民进党没有人这样子说，我就被断章取义。我们不要再讲，我就被断章取义，好可怕，政治好可怕哦。